红狮，咱们的红狮在每次的比赛都是以性感的造型出场。今天的红狮会带来什么样跟以往不一样的舞蹈风格呢？我是红狮，今天我要带来的是跟我一起去游泳吧，耶！私さくらんぼ。先拿两瓶好了。啊，先拿两瓶。嗯，哇，怎么说呢？因为我觉得他今天道具运用的很好。对，以刚刚拿大型的道具来说的话，他算是跟道具的互动比较好的一位。所以大蓝鲸失败了。大蓝鲸失败。对，而且因为他的表情啊，还有一出来的气氛，他刚刚有一点像上升的感觉。对，马上就变得很欢乐。他说他来游泳呢、啊。嗯，才知道，哎，怎么没放水啊？哎，今天公休好不好？公休啊，去东门游泳还放水？哎，然后呢？对，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，而且以完整度来讲，都还蛮完整的。所以，嗯，我觉得刚刚就是分数现在有点难给耶。哎呦，你已经获得两瓶的扩大了。好，两瓶，好吧，两瓶了。阿美老师，我幸好刚刚没有给到满分，不然现在就是天人交战了。哎呦，嗯，我觉得他选这个，因为 size 也刚刚好，而且刚好控制，刚好卡到，嗯，啊，还有就是又挤又挤得下去啊，所以说整个就是运用上来讲，就像 Kimiko 老师讲，就是很完整，然后它不会变成你的累赘，不是障碍。然后，因为他不是小孩的，针对小孩，那学姐们跟小孩开玩笑的，哈哈，哈哈，就证明此地无银了，哇，有啦，所以分数应该会很高了。我就是觉得他会不会全倒啊，就是可以全部带回去了。哎呦，目前有机会一年份，如果你有一年的话。你要怎么使用分岛？我可以分你一罐，一罐。我让你试试，我去便利商店买就好了。好了，我买两罐这样拿着。我跟你讲，超级太阳穴，分我一罐，自己买。好了，你表现得不错哦。嗯，好不好？那你也要性感吗？没有性感啊。没有了，你的泳圈是你自个了。嗯，我昨天去买的。哇，这么用心，真的吼！你现在该不会游泳还要有泳圈吧？有可能哦。穿三点是用泳圈，哇，整个训练。哇！把泳圈脱下来，连裤子都不见了，卡太深，有没有？整个崩溃啊，在海滩。好的，谢谢红狮。谢谢。还没给分呢，你看我。整个一幽默起来就忘记要给分了，太幽默了，算算算。好，红狮可以获得几分呢？请举牌。五分，十分。